现在是下午的4:40，到达抗金服务区，下车临时休息，伸伸腿，直直腰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身体就素质就不如以从前。我一个人原来连续能开14个小时，但是现在是开不了了。现在从海伦出发，全程一共到哈尔滨南一共是230公里，经过那个大大小小的服务区一共3个，而抗金服务区算这个3个服务区里最大的，设施比较完善的一个服务区了。这个距离我的目的地还有80公里的车程，大约还得需要那个1个小时的车程，暂断的休息，然后继续出发哈尔滨。到达哈达，车上从海伦捎了点货，现在正等工人来取货中。这些都是装姑娘用的。下班了，买了几个鸡蛋，上楼再来个鸡蛋酱吧。家里那野菜啊，得抓紧吃啊，还剩那么些呢，不吃要坏啊。媳妇儿应该比我早回来一点点，现在好像应该到家了。我看看她中午准备啥菜吧。我也是没买菜啊。我屋里头听说你这个动静了，又和面了。嗯。又要蒸包子？不蒸包子，就说有些活不干。烙饼。还猪肉汤。还用我猜？你土豆，那你说烙饼，你还让我干噎吗？今天。还老干噎了，今儿不干噎。今儿我给你做一个野菜汤。老桑芹炖土豆吗？咱家有老桑芹吗？对，咱家没有老桑芹，咱家那叫啥了？不会是婆婆丁炖土豆吧？啥婆婆丁？不有那柳浩芽吗？对，柳浩芽。柳浩芽炖土豆你都没吃过，这名菜。我要说没吃过，你不相信这是？这一般的你都没吃过，你就喝过酒。不是，自从我认识你，我发现我就吃不少，吃过很多从前以前没吃过的东西。没吃过东西，你也没要死，包子你也吃了。是你出，因为我出现在这期视频里边，我肯定没事了。每天呢，不是在做饭呢，就是在做饭的路上啊。又把我开车准备中午餐了，小二嫂就把面揉了，这是俩鸡蛋够吗？不过就整三。其实我不想让你做，我那做不了的俩鸡蛋能煮吗？那还问啥呀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是其实考虑一下，证明你在我心目中还是有点地位。就一个鸡蛋的地位。对，打三个鸡蛋够了，这边先吃先打好。裹点油。齁咸的，也不能，你放心吧。哎呀妈，你干活还真不放心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听听这句话。你可少搁汤啊，那会灌大肚的玩意儿我可喝不了多少啊。不喝了。你说你咱们俩你需要半锅汤。不是就这么炖呢、啊、你那个什么芽呢往里放呗。哎呀忘带锅了，这俩给我气的。啥芽啊，这是芽等开锅再搁，搁这儿呢吗？这芽啊，对，柳号芽儿，对。我的小白饼也要出锅了。剩下最后一张了，都在这里边呢。马上这要下四老芽了呗？这是四老芽吗？啊，不是，柳浩芽吗？柳浩芽了，开锅，先把这个先焖2分钟。少给我盛啊，多给我盛点那个柳浩芽得了。那行，这碗我来。
我尝尝这玩意蘸酱好吃，我看熬汤好不好吃吧。熬汤也好吃。这是孩子我在家呀，你是怎么简单怎么来呀？葱呢？你没买啊？下次你回来能不能先环顾一下四周，看咱家去啥了，完你给我指点，完我捎回来。我不知道，你别葱了，没事儿得了。哎，卷不肉丁怎么行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卷过是吧？你吃、哎、这白饼子没油的。有一半洋葱呢。哎，这不吃不行吗？那洋葱不好吃。你吃点油饼，看这油饼。不吃。多少？嗯，还行啊，没烙啊，这烙黄了。是焦黄，搁两块葱叶，再搁两个菇丁，看好不好吃。哪样是汤好喝？我尝尝，一会儿。这汤呀，有点油搁多了。我看看上面一层油。嗯。新吃法，我都怕我整身上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带个兜子，带个围巾。我看行。说你是我们家那啥洗衣机，免费的。这俩还能行，再搁点煎蛋。瞎吃的呢。什么东西你知道？都是在那什么时候？瞎吃的时候才研究出来。我就寻思汉翔他里还有葱呢，那回他妈家拿了那么多，不知道都吃没了。没了。那卷葱好吃。嗯。我就爱吃这个白色饼，那锅油啊。卷葱卷酱。尝尝你的汤吧，好喝。没喝呢。我喝可是好喝。好喝。是不是？一股清的味儿。一股蒿味儿。清的味儿。哎，真挺好喝。嗯。他俩炖一起也行是吧？就是炖着吃也行是吧？就是炖的吗？你不尝吗？嗯。你炖的啥呀？你这不考验我智商吗？这没眼智商怎么是炖的呢？我可不跟你说话，你说话太急了，哑巴都能咽给我气说话了。我跟你说，快吃吧。咱俩不在一个接班上是吧？这汤不就是炖的汤吗？我以为炖菜是搁炖的锅里炖的，一点汤没有，那叫炖菜。那叫炒菜吧，一点汤没有。你卷张吧，我不认识张姐。儿子这段时间没在家，咱俩这野菜呀，就顿顿野菜呀。这多好啊，这野菜，纯天然，无公害，绿色健康是吧？没了咱真的寻个地方了。哪呀？我前两天没说带你上山上，你去不去啊？我不去。去我就摇人了，不去，我怕回不来。哎，真行，这汤真行是不是？真行。唯一一点，我忘不到你了，这里块要没切的，我有点太长了。行，你看我挺长的哈。没切。昨天你就上班了，不上班我就，咱俩去那玩意多好。啥玩意？展会儿啊！啊，就体育场那个。嗯。展会儿卖啥的？卖石头。我卖那饰品啥的，就是戴的那种饰品。手串啥的，石头手串。对，啥都有。嗯。护身符了，什么都有。古玩是吗？也算古玩吧。时来运转。没去过，我也头一回，以前真没去过。
我都没看见过呀，那么多，你说什么果呀啥的？我在狗市看过，狗市。这石头，这外地来的呢，伊春的、佳琪的、胡马的、大杨树那边的。你说这都是不都是黑龙江吗？哪是外地呀？对呀、啊，还有海伦的，还有大峡谷那个。那石头。大峡谷我去过。真去去不去了？我不去了，就是太远是吧？我虫子，你啥都怕呀？虫子太多。山里要没有虫子，叫山里了吗？咱俩这一天真挺简单，一酱一菜，一饼，又一对儿，还别说，还得喝一碗。好喝。嗯，这汤真好喝，买汤少了。你看。你不让我少做吗？那关大肚子。谁整那些没人喝呢？还真挺好喝呀、啊。